他如果从头到尾都讲艰辛的话，他符合人间道的话，他随便住天地比住哪里啊？他倒立的睡还是太卦，懂不懂我意思？所以如果你有人间道，你真的能够把人间道做得很好，真的能够执行它，而且24小时的遵循它，而且艰辛到底的话，地理上影响不了你，懂吗？你不受到天地的空间的约束，你可以有任意遨游于宇宙之间。好，所以人间道很重要。好，所以比如说我们地天泰，地天泰外柔内健，外面对人都很谦和，里面很刚健，内充实自己。那这种人他到哪里去走遍天下？对不对？那有的人是外面很刚健，怎么样子？其实肚子里面一肚子坏水。所以哪一天他那边恼羞成怒，很多人恼羞成怒，这里做了不对的事情，回来太太一讲的时候，大，然后很凶，那太太以后就不敢讲了。对不对？他是外面看起来很刚健，里面是空的，他就是天地痞。